sometimes I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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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ah.啊布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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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差一点第四第三，差一点第三十四，我十二，啊不玩了，我不玩了，我撞墙，我撞墙。你看那个装饰，对不对？我就拿了第一，其他的就没办法。欸，那个神卡碎真是超白痴的，全部都是玩家的画面，超好笑。来来，清空个，清空个。哎咻，这个躲猫猫是哪个躲猫猫？我都忘了。派对躲猫猫。啊，这也好久没玩了。看看这有几个人。十二人，可是这个我觉得大家会不会全部都不能自己自杀哦？好不好，大家不能自己自杀哦，要努力哦，要努力拼搏哦，好不好？来躲猫猫，哼哼，我就不信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不然等一下又出谁？我就不信，马上买。哎呀，真的是马上买了，算你们厉害。对啊，好久没玩了。来，倒计躲猫猫，噔噔噔噔噔，好吧，大家好好躲。我们看谁是那个啊，谁是猎人啊？我们轮流去打他、啊。相信小小客们。真的，我们都很会躲藏吧，很会救可猎人吧，我们就过去看看亨特，打到了，我打到了，换下一个，准备去打，那个自杀的我会抓哦，不可以乱自杀哦，但是可以去救他哦。我救你，原来这个是什么啊？原来是霸凌游戏啊！霸凌游戏啊！我很会耶，很会，大家很会，那感觉很可怜。用弓箭，他感觉在逃欸，为什么他感觉在逃了？哎呦，没收成功！哎，快跑！没收之后赶快跑！哎，没事，倒数了，准备回去再打他。回来呀！他在抓人，哇，抓到人了！可恶！大家加油，揍他！哎呦，我看到你没收了，换我没收他。没问题，互相帮忙。哎呦，被打了！哦！哎呀，还追我，没关系啊。嘿，哎，几晕！哎呀，目前也只有两个人。哎，小心！连死了。哇！我以为我们可以让他有没有一直晕到不行，结果没想到我们不行啊！没有，喂，白痴！有人说忘了技能右键吗？没有啊，我刚技能都有用啊。文字这么多，文字这么多，好不好？可恶！刚刚发个呆就被打了，啊！听心跳。我们等一下，哎呦，我觉得在楼上，在哪？哎，斧头！我看到了，哎呀，这么简单？轻轻
松松啊，轻轻松松啊。来来，我们等一下一定要齐心抗敌，好不好？哎，2分50秒，通通就被找光了，真的是薛洋威啊，羞羞脸，羞羞脸。我们再一局，再一局，同样一批人，好不好？再一局，对不对？谁是猎人？我们全部一起打爆他！打爆他，打得他鼻青脸肿。没问题。对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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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一咻，哎，钻剑好帅一点。右键是那个啊，切换道具；左键是技能啊。它这个对话框上面都有写，好吧？问说是不是右键？右键是转换。左键才是使用技能。在下面哦，在下面哦，还有5秒，还人呢？追丢他了，追丢他了，不行，追丢啊！哎，你怎么又上去了？你这样打不到你啊！哎，那个猎人很奇怪呢，那猎人很奇怪呢，那猎人，哎，猎人嗨！还感觉人生很坑，赶快跑，赶快跑，小心，小心！跑，怎么还有人是木头？怎么会有人是木头？木头没有办法、啊，被人被打了一下了。武器类、工具类跟武器类才有办法用集晕。那、如果是头颅类的话，它的技能是变成实体，好吧？这个，回去看我的影片，复习一下，复习一下，这个才可以击晕他，击晕他的话会没收猎人的武器，而且会让他有晕眩效果，也就是缓速效果，4分22秒，他到现在一个人都还抓不到，我觉得大家很厉害哦，很棒哦，猎人我在你后面，猎人我在你后面，我他来势汹汹，来势汹汹。一直没收他的武器。哎呀，他人呢？那在那里，喂，他上来了。喂，又起晕了，又起晕了，笑死！对，有点危险，有点危险，有点小危险。时间，我不能当最雷的一个。哇，还射弓箭呢！喂，又起晕了，又起晕了！啊，这输压游戏啊，好输压，好输压！差3分钟。小熊猫，小熊猫，你在哪？小熊猫，小熊猫，看到了，看到小熊猫了！没用到。用到了，小熊猫。我们之前拍影片，每次想要玩这招，中间都有中断，有没有？这一次终于，不，不。我原本还说看谁先死，大家就笑他，结果先死的居然是我，我对不起小熊猫，我刚刚嘲讽你，这可以这样打，小熊猫，我对不起你，我打他一下，跑下来了，对不起小熊猫。我会好好帮你抓人的。干掉了，一只又一只，两只三只。要打我吗？你刚刚打熊猫是不是？打熊猫，坏人，乱打人。熊猫，我一定帮你帮到底。
斧头斧头，你就不要跑啊！你那边装装有个屁用，早就看到了。哎，对不起，哎，可恶！下面下面下面，哎，跑上去了跑上去了，哎，可恶，掉下来了！心跳心跳，对对对。黄金剑嘛，黄金剑嘛，在跑啊，在跑啊！你以为你就可玩，就跑掉，就跑得掉？哎，哎呦，抓抓死抓死！嗯，这三个，哎，是不是？你看，我们还是有机会全部抓完的，好不好？还是有机会全部抓完的。我们还不够厉害，就可还不够久。嗯。我现在觉得好受挫哦，我竟然是最霸气的一个小熊猫，对不起你，小熊猫，我刚刚就看你，我对不起你，都没听到心跳了，剩最后一个人了，有没有机会？我看到，看到，看到了，哎，哎，哎呀，剩十一秒，好不好？还是全部抓到。对不对？小熊猫不难过，不难过，我们全部都有被抓死。哎呦，退出了，退出！没有，再一再一局啊，再一局啊，好不好？我们就不相信，就不会相信是我。对我关闭聊天功能，又是小熊猫，又是小熊猫，小熊猫，你到底有多衰？没有，有多好运，可以一直抓人哇！小熊猫你好幸福哦，小熊猫你好好幸福哦。小熊猫别跑啊，别跑！刚刚不是抓我？嗯，打爆你，打晕你，嗯。哎，已经有人挂了，太快了！笑他，死那么快！嗯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哎！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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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可以，很可以！哎，三只了，太多只了，太多只了！要不行了，我们的小熊猫攻防战。不行了，太多人了，太多人了！你们怎么那么快就被都抓到了？我们刚刚不是做得很好吗？我们要让小啊，因为我知道了，因为小熊猫第二次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更机灵了，它反应更快了。嗯，哎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反应够快！哎、欸，跑啊！在跑啊！在跑啊！你，哎、欸，再打一下！哎呦呦！干掉！干掉！干掉！笑的肚子好痛！忍着，不要欺负熊猫，我们没有欺负它。我们这是对他的关爱，我们对小熊猫最好了，最棒了。哎、欸，有干掉吗？欸、没有哎、欸，我以为有干掉。哎呦呦，好啦，玩别的，玩别的。笑死！国家保护动物小熊猫。真的，小熊猫经过洗礼也变强，可恶！那我们来看看那个 NPC 的好不好 ？NPC 的，我看看 NPC 有几个人？我记得没错啊，应该是十个人，也是十二个人。好好好。
有时候没有在欺负小熊猫，是霸凌他。哪有？哎，我们一起第一场，最后也一起帮他获胜啦，对不对？我们对小熊猫最好了。好啦，来，加加加，加加加，加加加加加，嗯，看那小熊猫。